在法庭上我说过，这儿的房子是我的，上海的房子也是我的，我太了解你了，你要从这儿出去你还真没地儿住。所以说啊，离婚以后啊，你还可以住这儿，我住大屋，你住小屋。那我住小屋，你住大屋。不用。你呀，又逞能。实在不行，我搬出去住，租个地方，你住这儿。是咱们家所有的存款，我都给他取出来了，这个两个折子都空了，没用了，一共是73651。这个70000啊，你拿着。这3000块钱我拿着，这婚都要离了，账得算清楚啊。我不要。你看你又逞能，你说你一个幼儿园的退休阿姨，一个月1000多块钱的退休金，你这日子怎么过呀？有这70000块钱垫底儿，有个什么事儿捂的，你也不用老去麻烦你儿子了呀。那你就剩3000了，你怎么过呀？你不用管我，我是机械厂宣传科长退休，我退休金3000，不到4000块钱吧？你能和我比呀？快，拿着。账算清楚了，有几句话我还想和你磨叨磨叨。大山呀，咱们两个生活了36年，我心里想什么你都知道，你心里想什么，包括这次为什么和我离婚，是奔着什么回来的，我心里也清楚，我心里明镜似的。我不知道你什么意思。我还是那句话，这个家只要我不死，我说了算。你的那点小心思啊，甭想。你说完了吗？算是完了。张山呀，你要是没什么话说，我得收拾东西了，劲草马上就回来。
对不起，我们尽力了。22:52，你父亲走了，节哀。妈，不可能！